好，大家好，咁就係啦，已經坐啦，咁就係啦，今集咧就再快啲啦，嗱呢林林啦，趁屋企人未翻，咁就嗱呢林林拍埋，可以半島篇，咁就可以半島，嗱呢林林拍埋可以半島機動車票，咁車票套裝啦，成個咁就連埋車票卡套，同埋列車模型組件盒一同埋組件盒二嘅。咁就我哋就睇咗车票先啦，咁咪系卡套都摆背后啦，系啦，咁就卡套未拆过梯嘅，啱啱先拆，即都可以换到，都系，净系今次拆啫。咁就背景咧，哇吓，唔系嘛，两鬼死人 ，so horizon 啦，可以换到啦，啊 ，sorry，OK， 咁咪。你乜鬼死人收 horizons 啦？可以搬到啊，可以搬到啊，呢个可以搬到啦。背景话埋可以搬到站，搬到边？跟住背景就有啲海啦，一个有个靓哥靓阿哥靓仔，喺地卡帅哥帅哥，嘢乜鬼楼梯啦，系啦。跟住有個 S train 喺度啦，下低咧就話海啦，海怡半島你咧有海啦，跟住浸死，跟住又好似水浸咁海怡半島啊！你唔記得？喂，海怡半島，你唔記得上個禮拜心你水浸咩？我原來就係呢張車票搞到你水浸，啲水啊見唔見到啊？唉，陰公自知。跟住咧呢張車票編號咧就係170144，臨時編號就係8RB-C。O.K. 電話編號咧就係、是、我嗰張貼嘅電話編號啦，每張唔同嘅。004DF82726C4080。O.K. 呢個其他條款咧之前讀過啦，除非你想睇就鋪暫停條片去睇啦。英文都係嘅 ，If you want to see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。post 但應該冇外國人睇嘅，咁鬼悶。就算真係有外國人睇啊，佢都睇兩眼啫，總應該唔會有情呢啲情節嘅，係啦。跟住卡套啦，同車票一樣嘅應該，係啦，同車票應該一樣嘅，就嗰、那個大啲咁解啫，裏邊啲字啦，我都未睇過，啱先拆嘅。可以半島係啦，南港線以可以半島為終點站，為終站啊！本東可以半島同埋鴨脷洲村兩大型屋苑，兩個大型屋苑為居民提供便捷嘅鐵路服務，並為社區帶來新氣象。可以半島以明亮悦目嘅綠色為主色，哇！但係點解你呢份嘢係粉紅色嘅？係咯，呢個係。呢個唔係明亮悦目嘅綠色喎，呢個係明亮悦目嘅粉紅色喎，大佬啊 ，OK， 跟住入社區藝術有幾社區藝術啊？不過幅壁畫講真又真係幾靚嘅。靈車站與社區環境互相呼應，有幾呼應啊？我就幅畫啫嘛，嗰個南區嚟㗎。令乘客。感受親切嘅地區文化 ，OK， 跟住位置圖啦，係啦，咁就係啦，成個位置圖喺曬度，成個街道圖喺曬度，就公共交匯處就一號地標，二號地標就可以東商場，三號地標就可以社區中心，一號地標喺度，即係公共運輸嘅乜鬼交匯處，二號地標就喺度，即係可以東商場。跟住三個地標就喺度，即係可以社區中心就係啦。呢係可以影片讀過啦，除非你想我再讀啦，咁你就自己暫停段影片讀啦。後面啲條款都係同張車票一樣嘅啫，除咗呢個之外，係啦。跟住 ，OK， 咁就係啦，到模型啦。咁就今次模型咧，就有啲奇怪嘅。咁咧，平時咧，海洋公園或者離東篇咧，或者其他黃竹坑咧篇咧，誒放曬，或者夜光篇咧，嗰啲
唔係你帶 A 啊，或者嗰個車站咧，都係，都一定係響組件合一。但係咧，今次嚟奇啦，揭開俾你睇。嗱，唔係你帶 A 喺呢度，但係咧組件合一咧係得可以搬到嘅啫。其他咧嗰啲大廈咧，你唔係帶 A、B、C 冇 D， D 就可以搬到啦。E、F、G 去到曬度啦 ，H 係啦，其他都係咁樣。嗱呢個組件合一，跟住後邊幾多次你睇啦，組件合二，跟住後邊係真係咁噶，所以我就開咗一先啦。嗱組件合一咧就包括鋼鐵列車，包括 A 電池，可以換到一個十字路軌板兩個，轉彎路軌板八塊，永遠都轉彎路軌板咁最多。跟住呢盒咧就係可以換到站一個，鴨脷洲村 A 一個，鴨脷洲村 B 一個，鴨脷洲村 C 一個，咪你帶 A 一個 ，B 咪你帶 B 同埋咪你帶 C 各有一個嘅，跟住。多多版即係 base 版啦，我中意佢叫 base 版，我覺得好型嘅 base 係四塊直線六嘅版六塊，咁我哋開咗一先啦 ，OK 就又係多包裝款啦，我諗港鐵以後都係咁整嘅啦，多包裝款先手啲啊嚇，啊好難拆。好難拆，好難拆，好難拆啊！鋼鐵啊，我 PPT 大師 ，OK， 攞翻個紙盒嚟裝其他嘢，咁就路軌板已啱曬，我就難講到先個電動畫，我諗住我一週年又我個頻道改名，即係我個改名咧就一週年又用呢、這個。我呢款藍軍線為主題嘅動機定格動畫，諗住咋，唔好開心得咁早住，就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包括，咁就係包括呢個港鐵列車，咁就可以換到編嘅呢個列車，我攞下先，不過我相信李東編。冇攞教剪都得噶，嗱，即開到，有信心即開到，請講有信心即開到嘅，各位觀眾，無論做到任何嘢咧，都唔好背棄，呢啲都係背棄思維嘅啫。OK， 講完即失敗，冇失敗得咁早，唔好失望得咁早，係真係失望，因為。OK， 到埋，得，睇錯咗 ，OK， 又冇錯，今次唔係睇錯，係冇錯自己，以為我真嘅，你睇錯，真嘅。得，哇！可以換到編呢度咁嘅樣，啊！跳次先，啊！係好難，佢係三角形設計，試試搞乜啦？試講搞乜啦？總之係成個可以換到好似畸形咁，係唔知點黐嘅。呢嚿嘢乜嚟嘅？同埋乜鬼會所嗰啲乜鬼？不過我相信可以換到都唔會有會所，應該有嘅。做乜鬼？幽輪亭啲乜鬼？幽乜鬼？乜鬼涼亭？乜鬼啦？跟住係啦，呢啲路軌板，唔使多解釋噶啦。攞埋嘢架先。Okay.
發生嘅事，今晚啲嘅啲嘢，除咗架列車之外 ，OK， 我諗我第二攞把鉸剪，又係呢把鉸剪 ，OK。原來上咗邊好噶啦，嗱呢度，但係都要開多啲口。咁啦，其跟住就包貼紙喺度啦，就暫時組件盒一係冇嘢黐嘅，跟住話咁快組件盒二啦，不過組件盒二咧就打不了啦，打不了啦，就咁我就切咧，咁我就切咧。OK， 而家係應該搭山要爬完嘅。就連埋執嘢就應該係搭四嘅，就得唔得咧？得唔得咧？廿分鐘啦，廿分鐘 OK 喎，仲有剩添，最多係啱啱話，唔係冇剩，仲未飲熱嘅，就係啦，就啲大客就喺曬度啦。今次可以搬到就有啲特別咯，都唔知點鬼分好。我都唔知點分好，係唔知邊個嘅。我相信呢個就係萬一大 A、B、C， 咁我一睇個樣就知係港鐵次次都係 A、B、C 都有係定咗型，分咗邊個形狀，分咗邊個形狀。我好相信咧，呢個就係 A 啦，跟住呢個就係 C 啦，跟住呢個就係 B 啦，而最尾咧就獨立嘅車站，即係簡稱嘅 D。跟住成包嘢好簡單啫，剪兩下，一下，準備啦，兩下，點樣得嘅？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、六下、七下、八下、九下、落十啦，十，雙倍啊！兩下結果成十啊，大佬，十倍啊！抌咗膠袋 ，OK， 跟住呢個嘅鴨脷洲村 A， 跟住鴨脷洲村 B， 呢個就鴨脷洲村 C， 係啦，跟住冇其他啦，係啦，今次都易黐啲啦，我估，不過可以搬到，我諗都唔得掂噶啦，應該，係啦，咁就。俾大家睇下本說明書先啦，說明書又係粉紅色啦，特別點解個站明明係綠色噶？佢都識講啦，乜鬼明乜鬼，成日唔記得添，成日冇記啦冇記啦，咁啦，跟住貼紙就係咁嘅，跟住咁就係咁嘅 ，OK， 咁我哋開始黐啦，佢都講咧，其實咧點解咧港鐵咧？咁懶呢，唔印埋啲嘢上去，唔印埋啲花裂花得咁密啊！搞到我哋要咁辛苦黐貼紙。如果係咁嘅話呢，30分鐘除以有多啊，都拍曬我諗。但唔知點解呢個呢係可以咁快拍曬，15分鐘內如果啱啱好，佢有調整時間啦。佢冇直頭黐貼紙係冇俾大家睇，冇俾大家睇。咁我諗都可以慳翻大概五分鐘嘅喎，就係我都唔知道。不過我記得係佢係自動 cut 時間咁樣嗱 A 就咁嘅，撕鬼爛咗啦，一抌咁都係抌噶啦。跟住 B 就係咁嘅 B。B 空嘅貼紙喺度，
跟住到 C 啦。咁咧 B 又黐位，黐完啦。咁我哋新方法，用价钱直接剪烂佢，跟住用咁样，我就非常难啦。不过，系有多件难度嘅等面。好啲技巧系唔使有多件，湿湿碎垃圾。跟住哇 D 就靓到极啦，哇，我几靓，呢度有啲蓝色，跟住呢度有啲绿色，几靓啊！就 C 就咁嘅，就系啦 ，building 就咁嘅，哇，可以冇得站喺呢度嘅 ，OK。唔好意思啊，就搞掂啦，只剩翻可以换到站嘅啫，就几衬啦，啱啱就系啦，咁样嘅，就唔好意思。跟住嚟到呢个唔知乜鬼啦，系啦，咁就 E 系咩啊？等先我睇下先，睇翻说明书先。E 系系有啲难黐嘅，记得。OK，E 系乜嘢都冇讲，不过佢有啲指示嘅都唔系完全太衰嘅。我试试啊 ，OK 呢个咁鬼鸭脷洲串 A， 几难黐啊，黐到咁啊都系啦，就用晒噶啦，就几难黐下嘅。OK 呢个整字，原来好易睇，就系啦，抌住呢度先啦。嗱，系啦。就到鴨脷洲村 F 啦，唔係鴨脷洲村 B， 即係簡稱 F 啦。就我媽叫我好嘢嘅，其實睇下卡片咧，哇咁耐噶啦。OK， 咁就啱就黐完啦，之後黐完咪唔多串啦，已經開始黐人啦。阿媽叫我好嘢，嗱。就咦井字型啲乜鬼啊？字嚇，28分鐘幾理想 ，K 真係幾靚，就用鬼曬，不過唔知呢張乜鬼啦。咁我哋就親手撕毀佢啦，亂剪都得。就跟住到係真真正正嘅，畫你睇，可以搬到幾多張？可以搬到3張，嗱。G 就呢樣啦，就係寫呢張嘅，係啦，咁就呢個頂啦，咁樣呢個頂啦，就黐喺啱好黐喺上邊嘅，應該，我冇估錯，啱嘅，係啦。就咁啦，跟住到呢度，就喺呢度啦。OK， 到呢度嘅。OK， 跟住就嚇，佢算啦，冇拍啦。OK。黐完黐完就地黐完，记住咪拉埋添，咪咪拉埋，咪拉埋添，咪咪拉埋。咪之后黐，哇！阴湿到咁，黐埋呢度，其他都系有阴湿位嘅，系啦。说明书冇讲。有講嘅，係有講嘅。
我唔睇说明书先，我饮十位嘢，系啦，咁样嘅，就烧毁咗佢啦。OK， 跟住到可以换到啦，系足足有三张咁多嘅，连埋呢个唔知咁贵海啦，即系海。咁我全程黐嘅过程咧，都会系睇住嘅，你哋都会有作证嘅，你哋系讲紧你哋啊，讲紧。OK， 咁就对焦，咁就系咁啦。咁就全程黐嘅过程咧，咁就首先咧，成个可以半岛咧就系咁样嘅，跟住个亭都会黐埋嘅。就有可能吉少少啦，應該就不過都費事剪片噶啦，啦屋企人輕輕等住佢哋啊，個觀眾就不過可能投入少少私隱，咁就有流動就不便之處先完啦。哇，咁陰濕 ，OK， 咁就知道佢嘅，咁就呢個係都係一個唔睇說明書大挑戰，不看說明書之大挑戰，未知片，即係要全塊望落，咁樣望落去，連質根都要係有顏色 ，OK， 呢啲有咩噶？佢估到估到啦，系啦。艇咧就系几两难黐嘅，所以咧系应该较长时间嘅，都吸咗佢。诶，即刻吸啦。咁由于呢两艇咧系难黐，所以时间问题咧，我哋只不过示范一个啫，一边啫，所以咧其他咧我哋就做完噶啦。跟住下一步就系顶头嘅。部分啦，呢啲就系顶头啦。咁就一个个黐喺度啦。咁例如黐喺顶先啦。咁就唔知点解系黐喺顶先嘅，因为其实我调完咗次序，就咁就你可以不规则咁黐嘅。我中意打横打直，打横打直，咁不规则咁黐嘅。就唔知道你哋好唔好奇呢样嘢啦，系啦，就整翻张贴纸，就中意打横埋佢啦。OK， 跟住就其他咧就去，我唔知迟啲会唔会贴，继续肉嘅黐埋佢啦。跟住到可以换到嗰边啦，咁就咧示范一个咩啦。都是一個的，跟住就吸片的了，就這樣黐在這裡，裡面是很難黐的，可以換到裡面，所以這樣算了，時間問題，時間沒多啊。哇，咁样走个艇先啦！哇，点啊腾？终于黐完啦，各位，咁就系啦，就讲下呢款车先啦，就同呢个对比下先啦。就前边可以换到就冇分别嘅，都有多咗朵花啦，系啦。就呢度就有啲海水啦，唔怕涌唔出身咩？不過後邊尾卡到咗心，真係唔得掂啦。跟住呢度就冇乜分別啦。跟住就前面唯有粉紅色為主嘅啫。跟住咧係喺呢度噶啦。咁就咧呢度咧只係 for 呢啲路軌板行嘅啫，呢、這個導航做咁樣，即係貨去向前行啫，呢啲窿度。咁咧，如果咧你想帶出街咧，俾周街碌掛咧，咁咧，我建議你唔好用呢個導引軸啦，因為咧，你周街碌咧碌得，周街碌得多咧，
可能咧呢啲稻蟹族咧个尖头咧会磨损，所以咧以后咧就唔可以继续喺稻蟹板上面行嘅。所以周街碌之前咧就要带个碌去换咗呢个稻蟹族去。咁点样换咧？好简单，喺尾端度掹少少出嚟。住搞掂，跟住再安翻呢个碌上去，戴响耐一下，跟住安翻上去，咁就碌得噶啦，就计碌得噶啦。不过唔好铲走嗰啲标定先啦。碌碌碌碌碌，哇！啊，好灵敏啊吓，果然新车。就系啦，呢个咁样呢个响路位上边行咧，碌系行到啦。普通知识啊 ，common sense。所以咧，你就换咗呢个碌去安翻个导向轴出嚟，尽量避免用导向轴收嘅碌，用路嘅行好啦。OK， 就开始砌啦，就攞晒成沓出嚟，摆翻。其他身身我用埋呢个 S 樽去同呢个新 S 樽一齐行啦，就攞翻导航轴出嚟，就跟住系啦，就算啦，安翻啲嘢先啦，安翻可以搬到正阿皮州村三加啦咁远 ，B C 迷你大 A 迷你大 B。唔係你打絲就喺度，跟住山卡拉咁遠，企就喺度啦。算山卡拉咁遠，跟仲有一個響左緊，山卡拉咁遠，可以換到就要近啲。可以換到站，山卡拉咁遠，山卡拉咁遠，山卡拉，山卡拉咁遠，咁啊黐到咁啊，其實可以就換翻呢個嘅導向軸都俾，算啦。就可以同可以換到呢個編去整啦，一齊行啦，咁嘅就係啦。Thank you.
太快啦嗰架，成功固定咗佢。冇喎。出軌嘅。你 OK 啱啱好，啱啱好，啱啱好。哇！好快啊，新電嚟嘅肯定。拜拜。肯定啊。住佢啦，肯定。抓啊！抓啊！抓啊！你顯身電啦，因為舊車舊電太老啦，人口老化啦，大佬，頂大佬頂大佬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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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滴滴滴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竟然下舊嘢都可以撞低新嘢，啊，搬唔到啊！仲以為舊嘢撞低新嘢添，以為新嘢撞低舊嘢添，阻住，阻住，唔阻住，唔阻住，唔阻住，哇哇哇哇哇！舊嘢果然夠堅強啊，新嘢撞到佢都 OK。舊嘢夠堅強，舊嘢夠堅強，舊嘢夠堅強，哇！差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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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哇哇 ！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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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啱啱好，啱啱好。就下舊嘢啦，就下舊嘢，就下舊嘢，就下舊嘢。OK， 咁就係。今天來撞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真的要剛剛好一點，50多車而已，只有500。